Their journey would take them to Rance, where they would at last pick up the trail of the elusive Baron and his Zeppelin.哇，他们车子又修好了，被压住了。 安呀，确定你是第一次跟台吗？哦，还好。哇！ 对啊，超不科学，还可以逃跑，应该是直接命中才对啊。 拉杆，少一个拉杆，应该有方法可以上去，这里。 走过去，看一下还有哪里，成就物没了耶。哦，我了，这样。 然后让狗过去，然后我再上去拉。等一下，你还没坐上去哦。去，对，然后等我。 上去，过来，听话，过去。然后看我可以做什么？这个，想想哦。 需要帮忙推移是吗？需要五个人。啊啊啊！什么？这就死掉了。我去救人。狗狗靠你了，你最强了。 天不怕地不怕，哇，拉杆，嗯，被黑死了，进去一下，然后。 好吧，我要先上去拉。狗狗过去，然后再下去一次，然后叫狗狗过去。过去。
然后上去拉。然后有了，开启吧。你有没有看那个站在上面那个表情？好讨厌啊！哎，那狗狗嘞？有没有想过狗狗的感受？把狗狗接回来。哎咻，狗狗过来，走了走了。我知道你会瞬移，所以，哎，然后这边需要五个人，对，需要五个。不够，还需要三个人。需要帮他找小孩。成就物品。我先进去这里好了，应该是有东西。哦，小孩。这个拉回去。好，这样就出去了。应该还有一个人。在哪里啊？哎，我看一下狗狗可以干嘛？这里。哎，哎，啊！它不能做事哦。你看狗狗的脚脚。卡哇伊。到哪里啊？SOS。所以被浓烟抢到。叫狗狗拉。哦，狗狗过去啊！可是，看我的两千，算了，应该需要什么剪开的东西。对啊，这边有一个东西，为什么不能拿？对啊，他拿不到。先下去好了。哎呦，这里有剪刀，这样就可以救那个人。出发咯。我来帮你剪开，剪开，剪开，剪，剪开。还有呢？还只有一个小孩啊！我自作多情也说不定。先出去好了。
好猛啊，还没烧掉，来烧一烧。哦，又找到了，可以了，能够啦。背，推开他。这些应该是下去了。哇，真的很凄惨哎。狗狗怎么了？哎，等一下，狗狗冲好快哦。怎么了吗？什么？那是丢炸弹吗？没有，我在干嘛？哦，把它吹开，它爆炸，辛苦。我就是等它快爆炸的时候把它吹开。No。我走位侦查，太委屈了。哦，有哎、欸，换另一边，太早吹了。应该是太晚吹才对，然后等他过去。太晚了，就大概算好他的时间什么时候丢。他丢，他是丢的那个是炸弹，然后我们要躲他，然后。在妨要妨碍他丢的时候，然后爆炸在里面，对。没吃过吗？疯狂吹气哦！做其他的，没成功啊！哦，有了解了。哦，了解了啦。还有，哦，等一下，太扯了吧，这样还不死哎、欸？大魔王都这样的吗？哇塞！又逃跑了，换你哦！对啊，他有什么？他掉太快了吧？有什么反击机会吗？不，被卡脚。
哦，这边这边这边，是吗？这个吗？不是，应该要 有个什么东西可以捡之类的。哎呦，他残渣可以丢。哦，这边啊，他有一个会没有引爆。那我丢在哪里？对啊，我丢在哪里？哦，应该是前后那个飞机。狼狼不能飞。丢，赢了吧？哦，还能飞？阿峰。现在丢哪里啊？到底？丢好快啊！过了厂里啊，还是后面这个也要把它丢到爆炸？好吧，别丢上去，再次。后面再次。有了。呀！第二章，破碎的土地，还是第三章？第二吧。九个月前 ，Anna was training to be a veterinarian when the war broke out. The Germans were only 20 miles from Paris when sh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her father. He was in good health, but implored her not to return home to Belgium until the war's end.Hello, 安安啊。Was not one of Anna's strong suits. 巴黎，法国。等一下，那只小鸟好讨厌哦。我打得到吗？我打不到，要找方式。丢石头，啪嚓，耶！哦，所以刚那个博士是他的爸爸哎，钥匙，进去喽，惊叹号。出租车，
找一个人，这是什么？现在我手上拿这个。 掉这么多东西，哦，扳手，需要找一个三角形的，三角形扳，这个吗？不是吧？对，要找三角形的扳手，先拿轮子放回去好了，需要一个三角形的扳手。 对啊，音乐节奏还蛮快的，就很轻快。要扳手啊？三角形的，这菱形的，没有，这边都不是，受伤了。 原来治疗是这样子啊！那这可以做什么？应该要有用处。 还是有谁要的？哦，方形，应该是可以吧。 哦，那罐水。 抛锚需要水，可是因为我们要现在找到那个三角形的扳手，但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现在有水瓶啊，但是没有三角形的扳手。 可是这个不，哎呀，这可以，因为中间是一个三角形，只是它看起来像六角形，只要卡了上去就可以用了啊，对啊，可以用了，而且突然 BGM 不见了，装水，然后解抛锚。 不会吧，又是游戏，呜呜，星河栅栏，你们疯狂超车哎！ 哎，同志，还有吗？等一下，B 车，什么啦？ 不要逼车啦！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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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车子，车子，车子，车子。哇，我这好厉害哦，没有死掉。September 7th, 1914. Taxis drove all night. Anna was proud to help the soldiers reach the front line. When Anna arrived at her destination, she discovered the horrible truth with her own eyes. 残忍的事实。对啊，跟上节奏耶，超可爱。需要治疗。Dale, ves tú, ves tú. No. Hola. Eso, eso, eso. Oh, oh, ¿qué son?感谢你。伏特加。7 months went by, driven by compassion. 你说那个酒精吗？我不知道。Anna devoted herself, body and soul, to healing the wounded and the sick. Every life saved was another small victory over the war. The conflict, however, raged on.比利时，治疗，往右边走。哦，三个人。哎，阿达，我库布拉库努。需要锯子。我来干，我来干努。自己有吗？有。不会把它锯断啊！脚痛啊！岳父被你带走了。锯子，带走好了。还需要水，帮他装水。这是哪里有水啊？啊，埋葬。要治疗。哦，这个他要。我也不知道他锯断什么，感觉好像不要做的太血腥这样子。RIP。现在装水。水在哪里有？这里面吗？哎，好多事情要做。成就，哎，这边有水。可是感觉要滴很久。好，不是。先出去好了。
这边可以进去吧？好像水。对啊，这边有水塔。哦，了解。好吧，要绕一圈。绕一圈，很大圈，放着，然后跑到另一边拉水塔。这狗不是已经救了吗？那嗯哼，哎，这附近还有什么成就道具？我随便按的。应该这边走水，先救需要水的那一个好了。然后另一个好像他要拐杖，走喽。水给你。然后剩一个要包扎的。剩两个，一个铲子。铲子可以做什么？哦，吓到了。我不能治疗他哎。砍树。哎，对耶，锯子砍树。没有铲子也可以，我不知道。我就先拿铲子，铲子比较有可能性。然后再拿那个上面那条围巾去包扎它吧。也说不定，我试试看好了。你要这个吗？对。用铲子当拐杖，好聪明。那应该锯子就是拿来砍树的。锯子。哎呦，好远哦，走一趟路。这里，然后。锯开它，拿这个。这样应该是可以救完三个人了。一个键，岳父被你引了人，哎，哎，为什么我刚刚有求救声？在底下。下去，我走不下去，我这边梯子，把他拉出来，挥你，挥你，我基本治疗而已，打这，啊，按错了。加粗了什么？好痛！
The French officers were talking about Belgium. The German army was about to experiment with a new weapon near Ypres, Anna's hometown. Papa! Anna got en route to warn her father about the imminent danger. Reaching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Anna was greeted by the screams of sirens.